结果志毅被判了刑，事后袁丽芳来找过我，她亲口跟我说，她撒谎了。案发的时候，志毅是跟她在一起。你想啊，他们俩既然那时候在一起，那我儿子怎么可能有分身术回家来再杀人呢？许志毅啊，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，那案子根本就不是他干的。 这个袁丽芳肯不肯为您出庭作证？她死了，自杀了。志毅被判刑第三个年头，她就跳楼死了。虽然她老公说，她是因为不小心擦窗掉下来的，可是我知道，她肯定是因为忍受不了内心的折磨才自杀的。 毕竟他跟志毅相爱过，结果又把他给害了。那他生前您有没有让他留个证言什么？我让他写过，可他不肯。也是啊，你想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了，他怎么能肯承认跟志毅有外遇呢？也是。申诉材料您带了吧？带着，带着呢。 这17年来，我一直带着这个案子。来，陈硕，你就接了我这案子吧。哎呦，奶奶，这案子当年是盖棺论定的，您现在只凭袁丽芳这一句话就认定子蒙他爸爸是被冤枉的，证据不足啊。这样啊，我跟子蒙毕竟是老同学。 您要是信得过我这个材料，就留在这儿，让我看一看。我就算帮不上忙，也能给您出出主意。您觉着呢？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接我这个案子。您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认真仔细的看一遍这个资料，好吗？那就麻烦你了。应该的。 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。完事他先出来，后来我爸。爸，你一人在家？哎，我妈呢？跳广场舞去了。嗨，她还能干什么？广场舞就是她的家，除了广场舞就是广场舞。 还把广场舞搬到家里面来，我在这看电视，你妈倒好，就在电视机这晃，带花要带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，我在这看，她在这晃，带花要带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，一会儿拿着转呢转呢转呢转，我头都转晕了。哎，还说我能干什么？ 我说他能干什么？哎，老陈，啊，你刚才这段应该等我妈回来再表演，那多硬气！我是主持人杨洋，我们现在决定前两天的。我是个男人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是是是。哎，爸，嗯，问你个事儿，当年许志毅杀妻案，你是不是也参与破案了？ 你怎么问这个？没事儿，许志毅他妈妈今天找到我们所里来了，非让我们所给他儿子申诉。陈硕，这案子碰不得，你什么事儿我都不干涉，但是这个案子你千万碰不得，你听见没有？不，这是陈年积案了，我。 而且我都看了，老太太没什么钱，我怕不。哎，陈叔，你现在成天把这个钱就挂在嘴上，律师嘛，应该把追求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才是。哪儿那么多公平正义啊？许志毅他妈说他儿子是冤枉的，您怎么看？ 哪那么多冤枉？
当年这案子里的证据有什么问题？那个案子？什么呀？不冤枉。哎，不冤枉。许志毅那个人呢，他就不是个好东西。陈硕，这案子你碰不得，你别碰。我不碰啊，碰他我不碰。行了，你喝着吧，啊，我回屋打个电话。你等一下，你妈说许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，你找时间见面呢。谈恋爱结婚啊？我再娶一个像我妈这样的，咱俩后半辈子怎么过？哎，有你还唱上了？哎呀，真是做了个坏榜样。这案子都过去17年了，17年了还要申诉？喂，葛强啊，哎，我陈硕。哎，你那天说那个给邹彤接风是什么时候？明天晚上。哎，那行，合适。我明天上午就能赶过去。啊，哎，这样啊，这顿饭我来做东，啊，我做东。因为那天呢，我去他们那儿去会见一个犯人，他帮了我一个忙，我正好借这机会，我感谢他一下。没事，老同学嘛。哎，我再问一句。邹彤现在在省检察院什么部门？申诉处啊。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好，哎，明天见，哎。行了，这就是给我准备的。陈生，哎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给你准备的？没有，我就说啊，我天生就是吃律师这碗饭的。哼，你别骗我，你是不是咬死了要碰那个案子？我怎么听你这个话里有话呢？看着我的眼睛，哼，这案子是不是有隐情？你少在老子面前耍贫嘴！我告诉你，你爹是干公安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桩铁案，是死案。哦，没什么油水可捞。你不是想挣钱吗？那老太太为了申诉这个案子，17年，钱早花光了，早掏空了。你可真是条狡猾的老狐狸啊！你怎么在我妈面前像个小白兔？你别提你妈。我问的是你这桩案子，案子我退回所里啊，本大壮不触这眉头。那行，这才是我儿子，嗯，要听话。哎，行，喝点啊。怎么这么伤心呢？这大老远的，我说去找您吧，你还非要自己过来。陈硕，哎，啊，陈律师，你现在是大律师了，我不能再直呼你大名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我昨天才给你的材料，你今天就能来找我。这以往的那些律师啊，我催他个10遍8遍都没人肯理我的。奶奶，陈律师，你现在是我的律师，你就不能再叫我奶奶了。咱们公事公办，我当过老师，你就称我庄老师吧。庄老师，哎，好，庄老师好。律师啊，拿当事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，这是职业操守。你先坐。哎，
何况我跟子萌还有老同学这层关系呢。谢谢啊。昨天我把申诉材料看了，不能说您的怀疑一点根据都没有，但是根据现在的材料来看啊，这个案子还是缺少证据。17年的案子想翻过来可没那么容易，我们手上要有特别硬的证据。您要是信任我，愿意把这案子给我的话，那我就要开始着手工作了。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停过呀。那这个收费吗？啊，不收费，这都是免费的。哎呀，那你让我说什么好呢？庄老师，哎，您考虑好了吗？是要委托我？啊，那是一定的。哦，我这个人是这样啊，朋友的事就是我的事儿，咱们之间不谈钱。但是如果正式委托了，那就要和我们所里头签订协议了，所里面是有收费标准的。所以我建议啊，不要正式委托，我就用业余时间抽空帮您查查看。哎呀，那哪成啊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你跟子萌是同学，再说了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。再说你昨天又付出这么多的劳动。哎呀，就是觉着所里这个收费标准啊有点狠，我也担心您为这案子跑了10几年了，就是有万贯家产，那也是。我有钱，啊，我有钱，我跟我老伴儿退休工资都不低，前几年虽说是用了点钱，后来老伴儿走了，我现在老了也跑不动了，也没什么多大的开销，无非也就是应用材料器械而已，没什么多大开销。子萌现在出名了，他应该有钱吧？子萌啊，受他姥姥影响，跟我们没什么来往。我知道他现在很有名，至于他有没有钱，我不清楚。这是给他爸爸申诉啊，出钱出力是应该的。这孩子呀，已经吃了不少苦了，这件事情我就不想让他再受影响了。那只要我活着，我来申诉。那程律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签委托协议啊？这个别慌，我得先跟所里汇报一下。这样，您先回去，我跟所里汇报完了呢，有消息我打给您，好不好？哎，行。您还记着原来我们学校有一个叫邹彤的女同学吗？也就是，当年市检察长邹雄的女儿啊，她现在就在申诉处工作。哦，哎，我得想想办法，让她先立上案。这个孩子我没什么印象，但我认识他父亲啊，当年就是因为他父亲让我相信法律，结果，哎，时代局限，都是时代局限。哎，程律师，你就别送我了，我自己走吧。那我不跟您客气了啊。哎，不送了，谢谢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走了啊。哎，您慢走。哎，哎，葛青，我陈硕。哎，今天晚上那个邹彤的接风宴，徐子萌去不去？不去啊，那哪行啊，这是咱们班现在唯一的名人了，谁不去他也得去。你这样，你把他电话给我啊，我打给他。你等会儿啊。139。好的，行，你放心吧啊，我打给他，晚上见。喂，你好。您好，请问是徐子萌先生吧？我是方圆律师事务所的陈硕律师。谁？陈硕，你中学同学，忘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记得。说你们名人忘事快，还真是真。哎，我原来坐在你后面，脖子上每天套一个大耳机。哦，想起来了。
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儿。晚上给邹彤呢，我们办了一个接风宴，同学们去的不少。你来不来？好久没见了，聊聊呗。对不起，我不去。你上次去人家邹彤那个城市办签售会，邹彤还去看你了吧？我跟你说，那个消息都是我告诉他的。人家大老远去看你了，这回来了你不参加接风不合适吧？过来坐坐吧。谢谢你的热情，我不去。那行，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啊。你奶奶啊，最近老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她为你爸爸这个案子申诉了17年啊。怎么？申诉材料我看了，这案子疑点不小。我呢是想接这个案子，但是又觉得老太太呢岁数大了，这种事儿还是让儿孙辈的来干比较好，不然。这个委托协议咱俩签了吧？谁让你接待他的？什么？我问你，是谁让你接待他的？哎，怎么？这是给你爸爸申诉啊？我父亲已经死了，你愿意接待他那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没关系。再见。这儿子是捡来的吧？咱已经生了三个小孩了，那不是把他当成孩子亲戚？我觉得泰国老公蛮好的，泰国老公软绵绵的。好好，小杨，哎呦，你们聊，你们聊，聊两句啊。那个，我听他们说你在税务局工作了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是啊，那我找对人了啊。你改天可以去试试菜，打八折。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小时候一句话都不说，成天带。钱梅来了，好久没见了，好久不见，这是干嘛？气色不错呀。对对，待会儿我们把他叫过来聊。钱梅，啊，我是陈硕呀。哦，陈硕啊，我可想死你了。你瘦了好多呀。岁月催人老，你还是那么靓丽。哪有哪有。我昨天听说今天来参加聚会能见着咱们班的班花，哎呦，我这一晚上小心脏扑通扑通的。哎，钱梅。哎 ，Hello。来了，哎，嗨，好久不见，难得见到大哥。在那家还不错，下次带你去。是吗？哎，这个颜色好亮。我们刚聊，咱们可以一起去泰国菜呀。美发、吃饭，就这么点事儿。女人，哎，我借他用2分钟啊。有点事，有点事。等会儿，好嘞，行吗？好。你现在还在报社工作？对啊。我这儿有一社会新闻，感不感兴趣？怎么说？他们都到了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谁来了，咱们进去看看。曙光哥是不是早到了呀？他呀，今天还真没来，出差去了。哦，那个，你放心吧，陈硕也给徐子萌打过电话了，他今天不来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我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，突然回来有点不适应。别想那么多，走吧。啊。叶强，我跟你说，可以啊，不是你约他出来，绝对比我有面儿。你找他这个面儿，他绝对能改。你跟那个性格，各位，入席吧，过了别聊了。今天我也不跟大家客气了。我自告奋勇，当个主陪。我来安排一下。葛晴，你是邹彤的好姐妹，你就做个副主陪。邹彤是今天的主角，坐这儿来。走，小总。谢谢。客气。坐呀坐，你还让我一个个来安排吗？你先。哎，陈硕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呀？上学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要我说班花就是班花呢，这嘴真厉害。孙腾，你可别听他的，刚刚还说我是班花呢。这就不冲突，你也是班花，他也是班花，你们这几个都是班花，哎，各式各样的。各位啊，咱们班最有出息的女生邹彤回来了，
今天咱们就是一个主题：接风洗尘、自我表扬、互相吹捧。好，互相可以。酒可是好酒啊，绵甜劲爽，回味悠长。没开车的自己把酒满上，开车的自动喝果汁。来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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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申诉处啊，那咱们俩以后还真是得常打交道。邹姐，多关照。哎，对了，陈叔，想起一事儿。嗯，就你上次去我们那儿会见那个女犯人，后来那个案子怎么样了？啊，那个不了了之了，那女的没实话，没法做。哎，我又没俩事儿。邹彤，邹彤，别问了，她上次啊，因为这个事情啊，都受处分了。什么？听说那个女的拿了份假证据给他，看他惊得跟个猴似的，居然上当了。你说陈叔啊？是啊，你可不知道，小时候没看出来，现在他可是挣钱不要命了。上次咱们班那个萧然找他办理啊一个离婚案，结果坑了人家2-3万，可真是好意思。子萌来了，子萌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子萌。子萌，不够意思啊！我请你，你不来；他们请你，你就来啊！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来，咱们找地儿坐。千梅，你这个座位就让出来了啊，让子萌坐我边上。行，来。你这迟到这么久，是自罚三杯啊，还是我陪你？怪多迟到。哦，挺白的了。好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下午真能喝呀、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过了过了，这一杯顶三杯啊！彤彤，这杯我敬你，恭喜你荣归故里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都是好酒量。啊，我服，我服，这一个个都挺能喝哈，挺好。那个，这样，咱们班最有出息的男生，
你怎么老是这茬儿啊？陈硕啊，亏你还是个律师呢，夸人也不换个词儿。刚才是最有出息的女生，现在成了最有出息的男生。合理啊，这最有出息的女生，最有出息的男生，这不都全到了吗？这样，既然大作家徐子萌已经到场了，那咱们就另起一篇，从头喝起。好，来，干杯，把酒桶摆上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来，欢迎邹彤，欢迎徐子萌，好，来，欢迎友谊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欢迎！我跟你说那事儿，再想想。来，来，十三，十三，你给子萌拿双新筷子来。我去帮忙。你叫服务员。啊，对啊，服务员，拿上筷子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，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，但是已经看到你之后，我就知道我永远都放不下。真的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？对不起，子萌。还是因为你的父母？是因为我自己。这对我不公平。对不起。终于跟他们站到了一起。我想我知道我要的答案是什么了。再见。怎么？我知道我也许没有资格说下面这些话，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生活也许对你是不公平，但是你不要老一个人待在黑暗里，不冷吗？你在教育我？我没有教育你，我……那就不要说了。我习惯了，不冷。邹彤，你跟徐子萌这四年一点联系都没有吗？我们能换个话题吗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感受，你爱了很久的一样东西，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这些年你可能爱的只是
自己的一个想象而已。你的感受我理解不了，在我眼里，我觉得徐子萌比很多人都要强。他从小遭受了那么多的挫折，并且凭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现在的成绩。你说，有多少人能做到啊？不要老一个人待在黑暗里，不冷吗？我习惯了。妈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他去了，他是我的同学，我们很早以前就彻底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请您相信我，今天晚上就是吃了顿饭，仅此而已。好，妈相信你。去睡吧。好。人生有相逢，就有别离。虽然对你的理念不再认可，但谢谢你曾经带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回忆。也请相信，这世界仍然美好和值得爱。再见。最遥远的是一心之隔，此刻还是拥抱着，在你回忆客串的角色，明天以后你是否惦念着？最遥远的是一心之隔，你的背影却让我太我不需要你可怜我。当承诺被藏匿了，命运注定的就会分割，该来的来，该舍的舍，往后的路还要自己选择。
哎，徐大师，快！什么事啊？大半夜的。是这样，我有个重要读者的评论被我误删了。啊，你是电脑专家，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啊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走。哎，徐老师，你看是这条吗？对，就是这条。哎，云平，你真有两下子。这是谁啊？对你这么重要？啊，哎，你说你帮我这么大一忙，我该怎么谢谢你啊？你真要感谢我呀？那你真要感谢我，你就送我两张你的签名照呗。哎，我表妹知道我认识你，天天缠着我要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，我就没敢给你张过口。哦，签名照？哎，没问题啊。真的吗？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！哎，你说这以后要是再误删除了怎么办呀？啊，没事，你这个是在网上，你只要不是以版主的身份故意删除它，它就会永远保存在那儿。那这个网站要是倒闭了呢？啊！看来这个人对你是真的非同小可。没事儿，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，你呢把它复制粘贴下来，放一个 Word 文档里边，然后你打印多一点，然后每个地方都放一些。你就算这样，你。将来家里着火了，你也有个备份，对不对？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那要没别的事我就先走吧。啊，好，我送送你啊。好，明天给我打电话。好的好的，我给你拿签名照。行，谢谢啊。啊，没关系。没有你，这世界不值得爱了。怎么，你想接这个案子？啊。年轻人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学会老老实实做人就好了？又想出大名了吧？没有。这个委托人是我一个同学的奶奶，嗯，我这同学呢老给我打电话，我面子上实在是磨不过去。您也知道人情的国度嘛。陈叔，你想出名我不挡你的道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个案子都17年了，要是能翻，别的律师早就代理了，还轮得到你吗？我压根儿就没指望他能翻过来啊，真的是面子问题。你先去把门关上。陈叔啊，我比你年长10几岁，咱们关起门来我就不跟你说见外的话。这个案子要是能翻早就翻了，拖了17年就算有什么冤情也翻不了了。但我起码得替他申诉一下啊，也算是给我老同学一个交代。你要真想代理这个案子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那你就先让他交代理费吧。交多少？这个案子是多年的积案，要想动，工作量小不了。嗯，啊，你就先让他交10万块钱吧。你一个人先去跑，要是跑出点线索来，我再给你配人手，好吗？好，好。哎，10万。拿得出来10万吗？试试呗。庄老师，陈律师，您坐，您坐。哎，这个事儿啊，我跟主任说了，主任死活不让我接这个案子。那。但是我也跟他表态了，律师我可以不做，这个案子我接定了。谢谢你啊，陈律师。不过，主任也附加了严厉的条件，一定要先把律师代理费交上。您也知道，
17年的案子想翻过来可不是这么容易的，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但是一样都不能少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多少钱？20万。行，我没问题。那什么时候可签合同了？现在就能签。那行啊，太好了。我给您拿合同去。哎。擦亮一双眼睛，辨别黑白分明，每一句誓言好运都是那么铿锵有力，点燃一颗赤诚的雄心。脚步怎么能停，习惯日晒雨淋，每一次泪里缝隙，只待几句尘埃落地，忘不了谁的托付。因为心中有只等一